爱人怀自己，爱人不牵羊，很多观众们，您好，双人不牵羊为您带来的穿越火线的游戏节目解说。咱们今天就来玩一个非常神奇的机枪，这把机枪那个名字咱就不说了，你看它这个射速猛不猛，老妹就问你能不能扛得住，对不对？就很多观众说了，说杨哥呀，最近你一段时间都没玩穿越火线，你能不能跟我们玩一期？那咱们今天呢就挑出来一个特别猛特别猛的机枪来打一打穿越火线的生化模式。这个机枪别的没有什么，就是射速快，对不对？你听这个声音，静静的感受一下，对吧？我估计现在终结者对于这个枪感受是最深的，那子弹射的，我去，那是相当的狠呀。我看看人呢，来，你过来，来，哎呦我去，这小伙子还跳，前面有好多僵尸，现在的话还有三个我才可以变成幽灵猎手。好，不着急，我现在还有多少发子弹？还有400多发。哎，够了，这回够了。下边有个绿巨人，他去哪儿了？我估计僵尸要上来了，咱们先支援一下前面这个小伙伴。这个枪的话在右键开镜之后，这感觉就像是没有后坐力的，反正他这个红点是不跳的。哎我去，你上来，来，对，饿死，我去，这枪狠呐，这搁以前这就是无后坐力的挂呀。视频前的你，如果存在房事时间短，勃起无力，硬度不够，中途疲软，阴茎短小，虚汗，阴囊潮湿，肾虚引起的腰酸背痛等男性问题，可添加中医老师微信8783400，中药秘方调理，对症下药。记住中医老师问诊微信8783400，海内外患者朋友皆可免费咨询。我这回我能杀俩，真的，我高低我能杀俩，哟，真杀。